有没有人跟小雨一样，到夏天啊就喜欢吃这种绵绵冰？这是我前几天在店里吃的，抹茶味入口即溶啊，满满的奶香，吃上一口此生无憾。但这一小份居然要55块钱，我的小蘑菇都那么穷。今天呀，教你们成本5块钱不用刨冰机的家庭版做法。偷一个妈妈的刨土豆器，一个冬天的棉手套，外面再裹一个塑料袋，隔夜冰冻的旺仔，泡泡泡泡泡泡。你们总问我餐具怎么那么好看，喜欢的话我下期出个分享咯。中间呢再铺一层奥碎，继续手动刨冰啊。此刻好想拥有个男朋友啊，真的是太羡慕评论区的黄色字体啦。铺上一些奥利奥和一圈麦丽素，淋上一些焦糖，充满仪式感的时刻来了。来来来，快给你们3秒钟，赶快评论区许愿，下半年一定好运连连，双击点赞，心想事成。绵密的冰沙，浓郁的牛乳味，聪明的蘑菇都已经张嘴了哈，阿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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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